新发2020英国缤纷环球嘉年华莆田站1月21日晚在福建莆田正式开园迎客。随着欢快动感的音乐响起，异域风情浓厚的舞蹈如约而至，嘉年华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嘉年华莆田站的活动设置了惊险刺激、欢乐家庭、主题活动、巡游互动、美食音乐等多项主题，打造了40余种游乐设施，步伐、摩天轮、过山车、大摆锤等惊险刺激项目及30余种互动游戏摊位。应该就是一个氛围，因为其实就是对玩过比较多游乐场的人来说，这个可能吸引力未必那么大，但是整个在一个集中的氛围里头，比如说带着家人啊和朋友啊一起，可能会感觉会比较好，很喜庆的，会把人带动起来。跟我这些外国的朋友一起过年，让我感觉这2020年的这个年过得非常的不一般，这个气氛比往年特别，而且这里面也掺杂着我们莆田的一些文化，像妈祖什么之类的文化呀，而且很突出。英国缤纷环球嘉年华从兴起到现在已有近300年历史，是与迪士尼、环球影城并称世界三大游乐品牌的移动巡游乐园品牌。主办方表示，选择在春节期间入驻莆田，旨在将其国际化的元素与莆田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相融合，为广大游客打造一场别具异域风情的洋庙会体验。We're very glad to have you all here in our park. We came to Putian with the single purpose of entertaining all of you and giving you the best possible choice, activities, machines, games that we can offer. We're also very glad that here in Putian we could discover and enjoy the Matsu culture, right?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Lantern Festival, so everything gets together in a festival and a carnival of lights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experience. 福建莆田的做大岁和元宵月民俗文化极具地域特色，有着十里不同风、一村一习俗的美誉。近年来，当地致力于打造莆田元宵一月翻腾的文化旅游品牌。此次英国缤纷环球嘉年华莆田站也将一直持续至2月29日，共同上演拜妈祖、闹元宵、逛年华的民俗狂欢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